又出现了，好可怕！已经烧了好几处了。哎，又是那红色火球引起的火灾，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。嗯，叫得我月城来了结此事吧。到时候我就是这个城市的守护者，月城超能侠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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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愚蠢的地球人，这东西会说话？没想到现在的玩具这么高级！躲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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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就是那个红色火球，罪魁祸首！我要把你拆开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住手！我才不是怪物，我是巢穴生命体。外星人！我们巢穴生命体才不是什么侵略者。要吃点吗？ 好吃吗？真好吃啊！喂，那是我的饼干。我叫林峰，他是月城。你有名字吗？炎魂，我们的星球在很久前就被毁灭了，只好随着陨石在宇宙中漂流。因为一个巧合，坠落到了地球，但我们无法适应地球的环境，必须依靠一项特殊运动。 维持生命能量，那就是转笔。只要签下契约，不仅我们能解放真正的力量，签约的人类也能得到强大的超炫力量。可要是我们无法和会使用转笔的人类签订契约，那么最终我们的力量就会耗尽。没想到你这么可怜，要不，哼，我来成为你的契约者吧。 你是转笔者，老大。那只火属性的超炫生命体呢？它跑了。可要不是有两个小鬼，我早就抓到它了。身为超炫斗士的你，连一只没有契约者的超炫生命体都抓不住。 别，老大，我向你保证，这次一定会成功的。我已经想到办法对付他了。最好是这样，那火属性的超炫生命体，很可能是拥有超强属性能量的特殊体，所以势在必得的。是。